当地时间8月17日，阿根廷足协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一期大名单，梅西、阿圭罗、瓜因、奥塔门迪、迪玛利亚等世界杯主力球员全部落选，伊卡尔迪和罗梅罗重新获得征召，小西蒙尼则首次入围阿根廷队。在9月份，阿根廷将在美国参加两场热身赛，对手分别是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阿根廷代理主帅斯卡洛尼放弃了桑保利世界杯阵容中的大批高龄主力球员，阿根廷队显然要走上重建之路了。梅西则是主动要求暂时退出阿根廷队的，他何时复出还是个问号。阿根廷大名单门将罗梅罗曼联、鲁利皇家社会、奥马尼河床后卫梅尔塔多塞维利亚、阿库尼亚、葡萄牙体育、莫里比利亚雷亚尔、佩泽亚佛罗伦萨、萨尔雷奥本菲卡、瓦尔特卡内曼、格雷米奥、阿兰弗朗哥独立、迪普拉西多拉努斯、布斯托斯独立中场、梅萨独立、巴尔加斯萨斯菲尔德、切尔雷本菲卡、弗朗哥巴斯科斯塞维利亚、洛切尔索、巴黎圣日耳曼、帕雷德斯泽尼特、阿斯塔奇巴尔斯图加特、巴塔利亚葡萄牙体育、埃及奎尔帕拉西奥斯河床、冈萨洛马丁内斯河床前锋、帕伦博卡青年、科雷亚马德里竞技、劳塔罗国际米兰、伊卡尔迪国际米兰、小西蒙尼、佛罗伦萨、迪巴拉尤文图斯。